首波梅雨锋面的影响，南投鱼池金龙山上日前七彩缤纷的云雾在群山间翻腾，美不胜收。网友看了也大赞，实在太梦幻。日月潭气象站表示，这两天还有机会可以捕捉到琉璃云海的限定美景。七彩缤纷的云雾在山林间翻腾，画面有如人间仙境，让人看了目不转睛。这精彩的画面全被摄影师捕捉。受首波梅雨锋面影响，南投鱼池金龙山上日前出现了粉红、粉紫、橘黄等七彩缤纷的颜色，搭配缭绕在山间的云雾，形成独特美景。不少网友看了纷纷大赞，实在太梦幻。现在这段时间就梅雨季节，都是午后雷阵雨嘛，然后下完之后，基本上水汽就够重，那所以整个晚上就会有很多的山岚云海出现。专家也揭秘表示，这七彩灯光是来自山下的茭白笋田，反射到山上后就形成了这缤纷的画面。由于天比较浅薄，你只能够看到市区里灯光的现象，这就是所谓的琉璃光。气象站主任也说，这两天容易拍到琉璃云海美景，不过22号有锋面接近，提醒民众要慎防好大雨发生。记者陈能报道。